经国务院批准，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山东省人民政府，于9月9日至11日，将在山东省的济南市举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。大会以减少粮食损失浪费，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为主题，主要目的是搭建20国集团成员、各区域国家代表、国际组织、跨国公司、学界等多方参与对话的平台，探讨国际粮食减损挑战、合作、责任和治理等重大议题。